掉出来了。哎呦，刚好我背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落掉了？眼老二眼偷偷好这个钞票的啦？真心吗？啊，老公啊，啊好呢，刚好我背了。老娘，那恁洗了好光嘞。阿玉，那去再出去，外婆有眼事情要讲。哦。那把门都关上啊。好了，是应该钞票要发。你钞票怎么是好事体？跟了我干你说说。可惜了是得炸。老娘，我一炸睡着。哪能又睡着了一个？好了，先听老娘讲。好了，有一件事情了，已经没得了讲。几年前头了，我了是那小阿姨那家里来办钞票，每个月了拿得那点了，一两千块给拍。奶奶姨母啦，人家都打出电话嘞，哎，就勤劳给眼钞票了，我就给外外清钞票要急用嘞。等那爹家老婆了，直接过去了，就四五千块一月。不过啦，家村，那那是不是两个姊妹啦，想想办法，凑凑钱，弄眼钞票就外外轻松。老娘，侬给眼外钞票搁到了收起去了？是吗？我从来没听明过音嘛。搿那是假哦，今年前头啦，你个朋友过啦，我去家过好去投资去哦，投赚钞票。葛末我姐家里钞票几头好给嘞，来好嘞，阿娘你几头够啦，投资人逃走嘞，钞票带起个啦，逃走嘞嘛，我钞票没动嘞，搿是勿啦？搿五彩几都动嘞？搿屋子出台没里动嘞是勿？跟家丢啥嘛？哎，你想家丢啦？那姨妈身边搿男姊妹里向假手家丢啦，搿子说不相信啊说。搿种投资人选择一般嘛？哪么些？把我人太简单大脑。那才是钞票，钞票还没买，钞票那钱没给俺拿，没个。是，搿我要上去啊。嗯。那姐姐啦，回班从业，还搁屋里边读书，搿语言那情况也晓得。搿恁两个么哪个工后期小人后期给上班嘞是嘛？搿回班也轻点。妈，搿弄勿了，搿孩子没有重要。老娘，搿都结棍了，对哦，你自家来撑着，哎，讨价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搿你到底没撑着我，那我把你那俩结婚动的嘞？我说下光，我不要吃吃。你说我吃饭也吃啊？刚刚不吃了，好几块钱。给王上听到光闲话了，眼飞出哦！这两个学生完全不得啥。妈，是你让你去好王上听那个各种段子去骗骗子啊？那我要去编那个刚好谎言去骗他们。那你播了也是不好，分了那点积了给眼钞票了，我想不叫分分的哦。刚才跟那公司干完东西，你还放在北京？老妈，你看看自己脖子上戴的东西。妈，我你的。可以找几个，那孩子们拼了龙马帮我帮你，这两个东西没有干活的。妈妈，你还记得吗啦？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答应你的，三姐妹？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三姐妹都是同一条心的，这个你放心。那莫去给你做了，不要相信听到的，要相信看到的和做到的，是的吗？你家。你在干啥干啥了？从小性格你特别大，我不是敢讲哎，就性格自个有家就会答应啊。是哦，老娘是好笑，大家都是紧张，哪个会结棍？阿拉两人同时钞票出出笼，俺眼钞票当当给老娘，我都不行。嗯，好，你没意见？我有啥意见呢？阿拉工好月是阿文人家要新东西，啊，老娘是没听没智慧的个，是不是？进去，